这环境行吗？搁哪儿烤啊？就在这地上烤呗。我爸准备生炭了。哎呀，他俩这么快都铺上了。嗯，等会儿我给你们烤呗。我把口罩摘了，老戴口罩干啥呀？坐着真好，凉快是吧？哎呀，你这么快喝一罐了？哎呀，还有呢，那里。有你这豆豆汤。好呗，一家四口人多好。还有猪肉啊？没有猪肉，全是牛肉。这火硬不硬啊？不行，有点硬是吧？嗯，这牛肉老香了。这个就是我上次说好吃的牛肉。嗯，哦，妈你尝尝吧，老好吃了。我不干那咋搞是？有那里边，那不有那盒吗？那盒就是的。我太硬了是吧？嗯。马上就糊了，把我爸肥肠也烤上了。我妈不吃肥肠是吧？嗯。那他这地干干就不吃什么？夏天就这样呗。这个小盘也供不到四个人吃啊，能供上，咱们烤的少，这火现在太硬了。让你这个阿姨光给做埋那种，不行，放多他们够谁吃的？够了，供上你吃吧。我给你烤。我妈是不是饿了呀？啊，两个干馍个粥，这个这个没有，捆绑干馍个粥真的。漫漫长夜的。着啥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不知道。可是这那个什么，打开肚子里个，我们给拿去。这牛肉不是那么烤的，牛肉烤时间长它就硬，是不是咬不动？吃个七分熟是吧，不姐？嗯，最好吃。现在好了，不姐，你尝尝看。好了，嗯，你尝尝。没有盐。难不成你七分熟那个么子嘛？那拿那个就没了。好好吃，真好吃，他家。我太硬了。玩儿，你这都哪去了？嗯，你看见没看见？这烟都跑我爸车里了。啊，我姐，关门啊！吃一次牛肉不容易，把这牛肉味都放车里得了。这尝一尝，好吃吗，妈？嗯，大酱给你们一个。我饿了。嗯，好，我给他们。嗯，那个比那个沙司好吃多了，可行。嗯，完全两个味。肉得好，肉不好它也烤不好吃。是，但是是不是比咱们在上次楼顶上烤好吃？嗯，但我没腌肉，吃烤的就得吃原味的，是不是？嗯，非常好了，不姐，腌一个。这个头也摘了。啊，对，头也摘。哎呦，我的二腿怎么吃呀？我妈吃吧，谢谢啊。你看，我妈还是最想着儿子。嗯，好吃。这么吃，咱俩还能减肥吗？你不说牛肉不胖吗？非常胖。是啊，不能吃肥肠，少吃点。再烤点肥肠，好好烤，这肉吃不了。爸，他吃上急是吧？你说急上烤吧，吃不了，以后都硬了，再回去再烤不好吃。
他要吃饭可急，干啥都得是，快点整，快点整。性子急。拿走得了，那老师跟我讲嘛，跟着上嘛，还拿个馍馍粘呢。那个。蘑菇，哎呀，出水了，给红了。嗯，给红。放那碟子里，都洒了。完了，精华。这妈现在搁上面吃的。我妈吃。啊呢？拿怎么整？你为什么别动？怎么动？那水都满了，又冒了。哎呦，这没冒呢。等它冒干啥呀？给你妈。哎呦哎呦。哎，这，这大哥喊那那个不就走了？你哥哥喊那你莫搞。你哥哥不怎么给你给拿一个？先喝水。现在这火候正好。你这怎么操控？怎么难度？屁股转这头来那个。那没咋熟似的呢。没熟啊。嗯。慢点打。嗯。那一个做买菜跟的啊。三六。都愿吃这蘑菇。嗯。我弄你咋那么个了？这再也不能拿了呢。我不着急。你们先吃好吧。那、啊、我打么个不怎么吃啥呀？那、啊、这么多呢，吃不了。心疼儿子了。那哪么个都嘛赔了嘛？咱那跟着弄那老帮我到处送么给的呢？啊，快看！哎呀妈呀！你真恶心！好晃啊！掉没掉在烤盘上啊？没有。哎呀，玩真真埋汰你！哎呀！嘎不吃了？你说吃那啥没吃？我还没吃呢。你想过你儿子埋汰呀？啊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烤肠白瞎了。哎呀，胡萝卜呀！你们也不吃，你说烤白瞎了都。啥不吃呢？你俩没给你把这些给你。怎么回事？慢慢烤熟。这里有的是这肉，还烤的吃不了，你都吃。他们还没吃呢。就说啥，你烤断时我可不吃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回家大胖准备开车回家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